小学生国中，有去日本异地训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知道2020东京奥运是在东京举办嘛，然后那时候就许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参赛这样子。我就是放在我家里啊，每天都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的目标在干嘛，所以出门的时候就知道今天，就像今天早起来练习就知道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会迷惘，就是哦，只是来应付练习这样子而已。2019那年，王冠宏还不满18岁，他在200公尺蝶式项目获得东京奥运资格。东京奥运，王冠宏更在预赛中以1分54秒44打破全国纪录，以分组第二名获得晋级16强资格。虽然无缘晋级，但王冠宏这三个字早已成为台湾泳坛家喻户晓的人物。女士请到台湾师大王冠宏。跟以往不同是，现在就是有一对一的专门的教练在帮我去看，我的所有的不管是体能动作，然后身体的管控，然后到如何用体能的方式让我的游泳更有进步这样子。刚刚教练有说，就是有发现你滑手少蛮多次。对，我觉得陆上训练对我来说帮助蛮大，然后整个力量都有提升，然后提升之后当然也都可以慢慢的去找回更对自己更好更有力的配速。我这次目标还是，放在自己为重心，然后其实没有太大设说，会去了解对手还是怎样。我是希望自己把自己的感觉找回来，然后了解自己的配速，然后到奥运的时候不会因为可能其他选手的一些，速度很快或是其他配速影响到我自己，所以我就是这次比赛就是好好了解自己的配速这样子。这次台湾蝶王王冠宏再闯奥运。虽然先遭遇药检风波，但顺利解决后，让他的心情更为稳定，把目标瞄准在200米的决赛。他也大声宣告：“游泳成就了现在的我，我要在比赛中证明自己。”之前有去巴黎比赛过？没有，所以奥运是第一次，其实也是蛮兴奋的，对。然后听说他赛场很大嘛，就是橄榄球场，所以也是蛮期待的。我觉得心态上沉稳许多，然后。这次就是目标也是很明确，就是希望可以进决赛，然后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我觉得跟上一次不同，就是心态更沉稳，然后更了解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样子。